2021年，土港绿色的口面叫平潭，鼓励同心到水上港绿色的平潭神波。对2013年营业初一开始，营业34亿为止，做得多利用庙路神波、魔术时间同空间的限制，庙路传送成功手办神波。有下辈情形没做得用庙路神波，几乎无许多国内人港绿色的同盈利事业机关，同地结清算平潭资料，做得可以发展的神波旗下营运利用庙路神波。财政部关心。